Hey, come and play with me. I cannot play with you. I'm not tamed. What does that mean? To me, you're still nothing more than a little boy who's just like 100,000 other little boys. And I have no need of you. And you have no need of me. But if you tame me, then we shall need each other.这只猫咪得的是猫癣，它主人刚把它带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它鼻头、耳朵有掉毛的情况。经过检查，确定是猫的真菌感染。真菌感染的话，需要每天口服抗真菌的药。另外呢，真菌会传染给人，所以说接触它要戴手套。这只小斗牛是细小感染。它主人刚把它带回来两三天，就发现它精神比较差，啊，有呕吐的情况，就及时带来，确诊发现是细小病毒感染。细小病毒是狗狗第二代传染病，有一定死亡率的。目前它状态还可以，但它早上吐了一次。这只猫咪呢，是一位小姐姐在公司门口捡到的流浪猫。刚来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浑身都是跳蚤，特别脏。现在已经给它做了驱虫了，等待好心人的领养。这只白猫五个月大了，三个月前被主人遗弃。它都挺健康的，但是它有 O 型腿，可能是近亲繁殖导致的畸形。由于这个问题，一直没人领养。这个狗狗是犬瘟病毒感染，犬瘟呢是狗狗第一大病毒，主要症状是有脓性的口鼻分泌物，后期可能伴随有抽搐症状。它主人发现它有抽搐之后就弃养了，可怜了，小家伙。